刷单就是诈骗，网贷就是诈骗，各种的中彩票中大奖中好礼，通通的全部都是诈骗。不要去相信天上会有免费的馅饼，在往你头上掉，只会有一个接一个的陷阱在铺好了等着你去跳。有冒充公交费打电话说你犯罪了，别害怕，只要汇款100万就可以不用被处罚。 Oh my god， 还有自称海关是扣了我的 GTR， 只要打球的安全账户就可以开回家。这种低端骗术请各位千万别上当，亲戚朋友微信借钱打电话何时再转账，如果发现被骗就赶紧打电话报警110，微信 QQ 认识的陌生美女一定要小心，小心被骗的不只是你感情还有人民币，所以网络交友兄弟们一定得注意，别总幻想着白富美大长腿，可能你的屏幕对面抠脚大孩子笑着裂开他的嘴。刷单就是诈骗，网贷就是诈骗，中奖也是诈骗，通通都是诈骗。刷单就是诈骗，网贷就是诈骗，中奖也是诈骗，通通都是诈骗。打游戏买装备，比比看谁的皮肤贵，如果官网买不到就线下找人刷装备，他保证的各种元年款式限定一定会到位，结果打了钱以后他却来句朋友你哪位。还有各种微信代购，他卖的货品太 low， 却不标榜正品，但是没有一个正品售后。你想要椰子 AJ 还是 Supreme 纪梵希，请别为了你的虚荣心里花着爸妈的人民币。你想要投资，想要快点挣大钱，想着网络投资收益高却忽略了风险，太多网络链接都是骗局，让你无法分得清，只要点击就会让你账户数字变成零。有太多的骗术琳琅满目，抓紧你心里一夜暴富，被骗的人们只是为富，不要去踏足，不要迷路，如果发现被骗就第一时间来报警。于洋古曼温馨提示，网络诈骗要小心。刷单就是诈骗，网贷就是诈骗，中奖也是诈骗，通通都是诈骗。刷单就是诈骗，网贷就是诈骗，中奖也是诈骗，通通都是诈骗。